你这儿有没有好吃的糖果？这个都在这儿吧，自个儿挑。山水大唐西瓜泡泡糖中华丹，哎，你吃的这是什么呀？青花糖呀，来，给你吃一个。嗯，那这青花糖里面怎么没有青花呢？你这孩子，你是来买糖果的还是来买青花的？这只是个名字。我不是不懂吗？我就问问嘛。那我拿一个猴王丹，哎。那这猴王丹里面有猴子吗？你给我滚！没有就没有吗？怎么还骂人呢？我还不买了呢！你赶紧上桃子肉吧，不然被他气死了。你这儿有什么怀旧小零食啊？你这啥也没有啊，看着。算了，我到隔壁去了，走了。哎，等一下。咋了？我这儿没有，我这儿要没有的，地球上都没有了。哎，你吹吧，那我看看。你还不信？看好了，不用眨眼睛了。哎，你快点啊，别磨磨唧唧。哎，你啥也没有。无聊你。我说我没有，全地球都没有吗？我错了吗？你们说我错了吗？司马光砸缸，请问用的是锄头、麻豆还是石头？答对了，我给你一包霸王丝；答错了，你给我五毛钱。司马光砸缸。司马光砸缸。哦，司马缸砸缸，司马缸砸缸。哎，你到底敢不敢玩吧？废话真多。嘿嘿，我逗你玩的嘛。那司马光肯定用的是锄头嘛。不对，还有一次机会啊。啊，不对，难道是馒头？滚！你给我滚！你这吃货还馒头？我要说个包子，你是不是爱选包子呢？包子也不是。那你们知道是什么吗？这个多少钱？五块。那这个呢？这个也是五块。这两袋一起多少钱？两袋11块。你这是把我当傻子？这个五块，这个五块，这两个加起来是不是10块？你别激动，你看我给你算。1块、2块，这三个先不动。4块、5块、6块、7块、8块、9块、10块。我靠！这啥都知道。你就放心吧，发现一个假的，给你4个。那我买一个，你为啥给我4个？给你喝，你就喝着，哪那么多话？走。他家是不是有毛病？我买一桶，他为什么给我4桶呢？太好喝了。你们别眨眼睛，看我怎么收拾他。胖丫，哎，你帮我把这个小香槟打开呗。不是，我让你帮我打开，你喝我饮料干嘛呀？二狗子，你是真傻你是假傻呀？我这不帮你打开了吗？你得给我点服务费呀！以后，辣条一毛了，辣条一毛了，辣条一毛了。哎，你干嘛吃我辣条啊？我刚才不是帮你卖辣条了吗？我吃你个辣条没毛病吧？啊？也是没毛病。看呀，哎。乱跑什么小卖部也不管，哎，熊大熊二逗逗乐，我倒要看看这个最大的里面有什么。麻利麻利嘿哈嘿哈，哎，无花果，神龟酸梅粉，脱肥，老酸奶，这么多好东西还有没有？哎，铁皮青蛙。2毛钱买这么多东西太划算了。啊，谁把我的熊大熊二逗逗乐大脚抽了还留了2毛钱？谁呀？你们看到了吗？赶紧评论区告诉我。哎，奶嘴糖呀，5毛1个，自个儿拿的。5毛。我拿一个什么颜色的呢？
拿一个绿色的吧。你等会儿，这啥颜色？绿色的呀。你再仔细瞅瞅，这是啥颜色？我再怎么瞅，这是绿色的呀。我确定了，你是色盲。让大家说说，这是绿色的还是黄色的？评论区告诉他。你要答对了，这个水晶球就是你的；你要答错了，到你吃面条。你说我是何等的聪明，还有答不上来的问题？听好了啊，新华字典一共多少个字？啊，这么简单，15867个。啊，错了。那就是98487。又错了，全往你对背。来，请大家告诉我，新华字典一共多少个字？两包十块。十块是吧？给。哎，二狗子，那是新进的健力宝，送你喝瓶健力宝吧。啊，这么好。你干嘛？我没干嘛，我怕你找不着健力宝。这不就在这儿了吗？我再给你多少钱？不用了，我请你喝了。那我走了。走吧。真走了？走吧，走吧。嘿，这胖丫是不是有毛病啊？健力宝不要钱。嘿，他一定是觉得我太帅了，你们说对不对啊？胖丫，给我拿个霸王丝。嘿嘿，我系下鞋带。霸王丝一块钱一袋，自个儿拿。我今天忘了带钱了，我不要了，我先走了啊。嗯，说买怎么又不买了呢？为什么呢？嘿嘿嘿嘿，哎，放手放手，没钱回家拿钱去。我明天给你不行吗？你也不要明天了，这样吧，我给你出个问题，你要答上来，弹力球你拿走；你要答不上来，赶紧给我滚蛋。跟我最喜欢答问题了，你说。听好了啊，你口渴了，冰箱里有健力宝、旭升、小香槟，请问你先打开哪一个？嘿嘿，我最喜欢喝健力宝了，肯定是打开健力宝嘛，我答对了吧？嘿嘿，哎，我说你答对了吗？不对，赶紧滚蛋。那是旭日升。滚啊，还不对，那应该先打开什么？谁知道，评论区告诉我一下。这不就一头牛吗？你再仔细看看，里边除掉牛还有一个动物。你再仔细看看，里面除了牛还有个动物。还是一头牛啊。哎呦，要不咱们评论区有几万人说你是色盲呀，那里边明明两种动物，你非说只有一头牛。我看你啊，不只是眼睛不好使，脑子你也不好使。他们说我眼神不好使就罢了，你还说我脑子不好使。我今天告诉你，如果这个里面除掉牛还有一只动物，我明天站着狗爪子把这包辣条吃了。一言为定啊。来，你没作证，这幅图里边除了一头牛还有一只什么动物，评论区告诉二狗子，我就不信明天你吃不了这狗爪子。你昨天发的视频有几万人说我是色盲，你看这个事怎么办吧。几万人没说你瞎，那是怕伤你自尊。你好，今天我让你看个好东西，你要能看对了，就我这黄色的奶嘴糖你随便吃。你说的啊，你要能把这里边数字全部找出来，我就承认你不是色盲。这有啥难的？这不88吗？再仔细看看。再仔细看看。还是88。哎呀，说你是色盲你还不承认。来，让大家仔细看看，这里边除了88还有一组什么数字，告诉二狗子。